哎呀，派你当又搞笑郎了吗？不是的，今天呢，这个厉害的家伙叫 SPG 防泼水 SPG。那么 SPG 搭配了 Sony 的 HNK 能做出什么事来呢？我告诉你哈，手机已经讲太多了，手机很 OK， 非常 OK。那么自拍、拍人、拍人，好，行动电源放手机充电器，放手机监看器，放上去之后点扣扣哈，点扣扣，点扣扣啊。再来呢，你可以随时就是调整你的这个斜度哈，调好锁定。再来，你要横要直呢，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啊，只要转正就可以了，它可以转正。那么这个跟我们买终身保固啊，这个价值终身保固，你只要有坏掉都可以跟我们换，好，终身保固。好，以上形成了一个 Action Cam 搭配 SPG 的一个完整方案，鸡爪可以让你挂在身上，上厕所可以用，手机支架让你可以充电监看，同时呢又可以进行录影控制。Action Cam 的支架不会影响你的录影键，你录影键可以按得到，功能键都可以按得到，Power 键都可以按得到，迅速更换电池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跟大家发表这一支 SPG MA Mobile Action Cam， 谢谢大家。Hey， 大家好，接下来要发表的是 MGV， 好 ，SPG MGV， 这是 SPG MGV 的架构，包括了鸡爪、手机机架、行动电源机架。好，我们先 stand by 按下去。好，按下去之后我们取下来。好，我们先让 Sony 这个机子先休息。好，搭载我们这个叫做 Vivo Ultra 30。启动之后做基本调频，调频的方式很简单，先把萤幕找到出来，萤幕找出来，萤幕找出来之后呢，再来调整这个平衡。好，买稳定器尽量要挑360度以上的，好，360度以内的就不要买，就暂时不要买，但是以后 你只会买到没有360度的，好，因为360度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好，SPG Mobile GV GoPro Verb 这样的一个搭载，完成了所有的动作，看得到画面，可以进行监看，还可以再加收音，还可以再加充电，都可以做到。行动电源有了，监看有了，控制有了，整个系统完成。这个呢可以作为采访用、收音用，还有就是运动相机用。那么目前来讲，这样的方案目前都没有防泼水，但是你要防泼水很简单哈，这个版本你们再查一下 Verb Ultra 30有防泼水的整个版本，让 Verb Ultra 30在雨天使用。那么你如果真的要防泼水的运动相机呢，目前来讲你就只能买 GoPro， 把 GoPro 换上去，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防泼水的方案。手机防泼水，行动电源就不要再装上去，因为行动电源有防泼水的不多见哈。手机防泼水， GoPro 防泼水， SPG 防泼水，就形成了雨天的方案。谢谢大家。